要说在2017年有哪款游戏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想必《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在他拿奖拿到手软的同时，他的系列游戏《塞尔达无双》也即将在今年3月火速登上 NS 平台啦。什么？你不知道他也有无双？那就赶快跟着电玩宅速配一起来看看吧。塞尔达无双是融合了塞尔达传说以及无双两系列所制作而成的动作游戏，玩家将能使用主角林克等角色，在陷入混乱危机的海拉鲁世界中挺身而出，对抗黑暗的恶势力。在游戏内，玩家将可操控多达29名的人物，并使用经典技能及操作，体验横扫千军的快感。本次即将登陆 NS 平台的《塞尔达传说：海拉鲁全明星豪华版》，不但集结了《塞尔达无双》以及2016年在 N3DS 推出的《塞尔达无双：海拉鲁群星集结》两款游戏内容，同时还追加了最新《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版的服装。画面更是配合了 Nintendo Switch 版的硬体提升至 1080p， 并支援双手把的分割画面游玩模式。最后，游戏也确定将会释出繁体中文版本。看来《荒野之息》的成功也使得光荣非常积极在规划这款豪华版无双呢。目前预计3月22号正式上市，喜欢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喽。